大家好，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，这一款是我们家的 L5320， 这个面料的话，它是一个亮丝纱，然后整体看上去的话是有一点点那种闪闪的啊，有点闪闪的，就是类似于像撒金粉那种闪闪不灵不灵的啊。我们这款的话是一个蛋糕裙，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蛋糕裙，然后后背的话也是一个比较素面的一个亮丝纱，下摆的话也是一个蛋糕裙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细节吧，看一下细节。然后这个款的上身的话，我们这里是做了一个透视的一个网纱，就是透视的一个网纱，大家可以看，明显看到这个透视的一个网纱，透透的。然后这胸部这里的话做一个胸线，就是用珍珠钉一个钉珠钉的一条胸线，很好看的，就看着比较可爱。然后我们袖子这一块的话是一个泡泡袖，就是一个泡泡袖，就是很好看的一个泡泡袖啊，这里比较蓬松的，可以看到很蓬松的一个泡泡袖。然后下摆的话，我们看到是一个蛋糕裙摆，就是一层、两层、三层、三层的一个亮丝纱一个蛋糕裙摆。然后这一层的话是一个缎布，里面的话还有一层里布，还有一层里布啊。我们里布的话是一个棉里的啊，棉里的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后背的一个细节。我们这个拉链的话是一个平拉链啊，是采用了一个平拉链，拉链的话可以看到很顺滑的啊。然后我们后背里布的话同样也是一个棉里布，这个面料里布的面料的话是一个非常吸汗的，就是夏天出汗的话穿上去也是非常舒服亲肤的啊。款的话我们目前是有几个颜色的，现在我们模特身上穿的一个粉色，接下来我给大家拿一下另外几个颜色，一共是有一个四个颜色。我们这款的这个手上的这个的话是一个枣红色，是一个枣红色，然后还有一个墨绿色，还有个米白色，就是这几个颜色的话都可以供给大家选择，就是适合用的话就比较多，走秀啊，主持人啊，或者是宴会啊，各种演出场合都是可以穿的啊。然后我们这款的话是现货的，是一个现货的一个款式，可以接受一些加工定制啊，我们大量现货。